Hello guys, welcome to channel。我是初上镜黑仔熊啊，没有错，各位，我们今天呢邀请了黑熊来做一个最近在日本非常红、非常多人在玩的实验。叫什么、啊？这个实验呢，它叫做马奇呼啦咻。啊，这个实验呢非常特别。那要怎么样可以做这个实验呢？我们需要一支麦克笔，要油性的，对，要油性的麦克笔哦。对。然后再加上不一定，应该不一定要 iPhone 的手机，只要能够闪光的，应该都可以。然后待会要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将我们的麦克笔呢在手上画一条线。你是不是也太快了太急了？画一条线之后，然后我们再利用相机的闪光灯去拍它一下，然后好像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听说很痛，对，听说很痛。我们今天是要来当留言终结者，对，我们今天就要来试试看，拍这个闪光灯之后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真的好好奇会不会痛。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先让黑熊来测试看看，好不好 ？OK 吗 ？OK， 没问题， okay, 没问题。那我画大块一点好了。好。然后可能我们就要大家一定要记得在手上先用油性的麦克笔呢画满，这样可以吗？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很大哦。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手上呢已经画了用油性的麦克笔呢画了一大块黑色的这个地方。然后待会呢，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手机，然后开启闪光灯，然后贴着它来拍照。然后听说呢，好像就会有很痛，会有很痛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试试看哦，各位，来喽！贴的，我们现在闪光灯也已经开启了，闪光灯开启了，灯对着黑色的地方，好，来喽！好，三、二、一，不红不红，不红不红。等一下，我一定要干嘛？真的会痛、欸？真的假的啦？真的会痛、欸？真的假的？欸、真的、欸、会有那个烧起来的感觉、欸？真的假的啦？屁啦！真的假的啦？真的真的，我觉得等一下换你。好好好，会很痛吗？不会很痛，但是就被人家扎一下的感觉。有一点不敢试哎、欸。我们现在吧，看一下闪光灯一样是开着。闪光灯看一下。闪光灯记得要开启。对，闪光灯是。然后你要把闪光灯的那个孔啊，它亮的那个地方，亮的这个地方，然后对着你黑色的地方，然后压下去，然后再按拍照键，确认一下位置。好，确认一下，我们现在压下去了。好，按喽。好。不不不。到底为什么？是不是真的会、欸？我觉得这好妙，而且如果你有隔一个距离，对，有一个距离就不会，完全不会。那么大家或许会觉得啊，我们是你是在演的啦，是骗人的啦。各位，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找人，直接来实地测试看看到底会怎么样。没错，我们出发吧 ，Go！ 好的，各位观众，现在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去找别人来测试看看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样。大家可能会觉得，哦，刚刚我跟黑熊在那边骗人，我们没有骗人好吗？我们现在就要去试试看啊，走吧。嗨，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呢，我们刚刚玩了一个小小的实验，然后这个实验呢，是我们会在手上画一块黑黑的东西。然后我们再利用手机呢来做拍照，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好不好？我们今天这样的时间可能 OK 可以表达我的恐惧感吗？ Okay, 不用，没关系 ，OK 的，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用黑色的漆笔在手上来画一块。哎，温柔一点，温柔一点。好，我们先来画黑色一小块，画满。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利用手机，现在呢，我们已经将闪光灯开启了，各位，闪光灯开启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地方闪光灯亮的地方贴着黑色的地方。好，来，我们来拍喽。来，三、二、一。有了，真的是真的超痛。
没有到超痛吧？很痛，真的假的？我就是一点体质啊，是电还是什么火烧？我也不知道，火烧手。好。啊，好吧，那我们今天我们这边呢就只有宝拉让我们测试啊，其他呢被吓到不敢测试啊，那我们再去下个地方吧。嗨，我是森蒂，我是可可酒精。嗨，我们今天特地再找了两位女生呢，我们要来做这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啊。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 Sandy 来为我们做这个实验了 ，OK 吗？会不会紧张？会会，我不知道什么奇怪的东西。不会奇怪，绝对不会奇怪。那我们先在手掌的地方放好了，手掌的地方画这个小方块，然后黑色的小方块。小方块。对。啊，中毒了，中毒了。没有了。来，我们要把它涂满，然后待会呢，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要把这个闪光灯的部分呢，把它压在这个地方，然后进行拍照。啊、不会被电到是不是？不会啊，不会，怎么可能会？来喽，那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闪光灯已经开启了，闪光灯开启了，来哦。有啊，我要找我电到。影片结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喜欢，并且在这边订阅我的频道。